其实哦，我自己是哎、欸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不要讲，你看啊，陈培勇，刚刚前面三个哦，你好像要醉要死，要醉要死这样，Miss Lee 出来我工作差点撞死。我其实一直在烦着这个问题，因为第一次是彤彤投给我，我的 idea 是常勇跟苏森哎，我全部都想要，因为我觉得他们都有各种他们不一样的地方。觉得我的风格是比较偏向书生啊和彤彤那一边的，可是 OK 好，我们直播到这里不好，换我跟彤彤。我这样多手势哦，都还不停。这个人很，哇，贾培勇就没有声音哦，这招厉害哦。哇，我完全进。完全没有声音哎，你静静哎，你。Missy 啊，我给你，我发现，你在录音好不好？你摸一下，哦，别电话。喂喂喂，什么时候干爹又被大标记变成了相亲节目了？主角还是我们的黑弟跟培勇，还有超近的金友团书生和陈友认真在把关。另一位幕后推手彤彤也变成了前排的吃瓜群众了。培勇其实是比较喜欢你这一 type 多过明星那一 type 的啦。你讲完之后，你更想进谁呢？更想进你的可以吗？哇！哇！男女通杀嘞，陈培勇哎！哦，来跟培勇配对成功了。要帮培勇选他的另一半，蛮难选。Go！ 你跟明星比啦，培勇应该会选明星哦。他喜欢甜美型的、啊，我哪里可能跟 Miss Lee 比哦？你不要这样子说话吗？这样可以沟通 ，OK 了，各有优势啦，我觉得可以都保留，留给你。请问小西单身吗？没有单身。对。哦，培勇。小西只能够来我或者是常勇书生的组了，这样子的话，嗯，那边只可以给单身的。为什么会成为导师？就是我们跟 Discord 有都是他很好很好的朋友，他说他想要取纳我们的意见，他想说友团都求你们要做导师，不然的话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这样子。如果你们来这档节目的话，我的酬劳分给你们，你们拿不了，我只要今天真的真的真的他人很好。Hello， 各位都歪楼了，还是要认真的说啦。其实昨天晚上，制作人和四位的幕后推手开直播宣布十二强的名单，除了早早就拿了直通卡的三位实习生炸肉、Hillary 和大姨，其他九位晋级成功的有 Sabrina、Bell、Villain、Snow、奥利都、小西、大姨、Alex， 还有 Missy。再一次恭喜十二强啦！值得一提的是啊，在昨天的直播中，大姨呢因为生病需要做治疗而人在医院。奥利都也已经为了节目跟着从英国飞回来啦，目前也正在隔离中。请问飞回来机票买多少钱呢？哦，可以飞3000多吧，3000多。三千多，如果3000多进了十二强，如果8强就输掉，你就再回去英国吗？6强不是8强。哦，因为我觉得你可能应该是6强就进不到了。喂，我的骨头好像有一点跑出来，然后压到神经线，然后手就不可以动这样。我就头跑出来，为什么很像啊？因为我习惯了，我趴住床上按电脑嘛 ，edit 东西的时候，所以就劈在床上，然后就可能那个姿势不对，然后景象就凸一个骨头跑出来。景象啊。对，景象，然后他就讲压到神经线哦，所以我就来医院，哇，就做一个物理治疗。哎呦，大家真的是要好好照顾自己。至于十二位实习生怎么分组嘛，你是究竟会不会在培勇组呢？继续守着劝和干爹叶佩拉第二季就知道啦，期待正式开播哦。全部有男朋友来参加什么比赛了？那有啊，这个可以，这个真的很可爱。你现在不可以放这个？我没有，我没有这些东西。K C， K C， 这是 K C 吧？很像。